可惜了。力宏你好，非常的遗憾，现在没有办法能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做节目，因为在拍戏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心情跟你一样激动，因为这是第一部导演作品，写的剧本，自己的想法，相信这个整个剧情是你自己最喜欢和最向往的，所以能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去扮演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，我自己也觉得成长了很多，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因为我有学到弹古筝，我有第一次在一个喜剧里面演一个正常的角色，但是就是很多方面的感觉给我一个吸取养分的机会，也看到了你的才华，你的导演才华，你作为演员的才华，你作为作曲，作为歌手，都让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次很好的机会，所以很感谢也很珍惜我们在一起拍摄的40天，我觉得这会是我表演经历里面是特别难忘的经验，然后谢谢你。我们8月2号北京上海的首映会见。